我告诉大家，念住在依，那是要依靠实修才能够得到。依归于空，也要实修才能够得到。你知道空了，知道空性了，你应该身心要解脱啊，就是修到无我的境界啊，这是身心解脱啊。然后你身心解脱了以后啊，宇宙的光明法流进到你身体啊，你跟宇宙的法流合一啊，就是智慧正道啊。这个全部要靠实修的，不是靠假的。你说假的修行人，你没有这样子实修，你说已经得证了，我不相信，因为那是假的。所以修行人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，拿出真的东西出来，不是假的。像那几个女士啊，化妆化得很浓，这个在这个小房间里面，大家都流汗，吃火锅都流汗，去洗把脸，啊，真面目露出来了。那个 waiter 还以为说啊，那一批人已经走了，现在看到的是另外一批人。所以一定要真实的面目，凡我真实的面目，这个佛法的道理是这样子，你要凡我真实的面目，就是你身心解脱以后，智慧进来，宇宙的光跟你的智慧跟宇宙完全合一的正道的那个时候，叫做还我的真实面目。啊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阿弥陀佛。